死神方便，他就要终结。就看今天晚上。对，漂亮一个下家。的腿法，来控方的重拳。然后我觉得，方便是具有中国散打。他想利用重拳想扑上去，他一直想扑上来，但你扑上，他不给你劈面。你看方便是吧？很聪明，打的。又来一个。一位死神的方便，哇，漂亮！蓝方是曾经来过武林风，打过两次中泰对抗赛。来个，今天方便啊，打得非常的巧妙，距离也控制的就是高水平的比赛。哦，暗藏杀机啊！对，说不定一下就可能。哎，我觉得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对对对，这三年的时间有很多的变化。他这个腿从他面部表情看看了，这是挺痛苦的。这又拼了，他就准备拼了，这杀又拼了，是的，对，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又用一个，又用一个肘击。最后的十秒，武术的优势今天让方便发挥的淋漓尽致，四两拨千斤，游刃有余，发挥的非常。比赛结果，洪方胜 the winner。